看看，这里有一条灰鼠蛇哦，晚上到这个竹子上面去睡觉了，我放大给你们看看哦。看清楚了没有？啊，就在这里。挺大的，在这里看，黄黄的。大只水里这里哦，看得清楚吗？黄黄的，哇，挺大的哦。动了，它的头动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哦，哦，掉下去了。哎呦，嘿嘿，嗯，哎，走了走了，不理它了。它是无毒的哦，走了走了，到上面那个河上面去找找看哦。这里有两只高丽鹳，我放大给你们看看哦。两只高丽鹳在这里睡觉了，一公一母，高丽鹳也叫那个红矮皮，啊，不理它了，走了走了，看见没有？这里又有一条灰鼠蛇、哦，上面就是河了，上面，哎呀！惊动到它了、哦，看到没有？一条灰鼠蛇，一条很小的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哦，看看，这是不是蜈蚣啊？太多了，都在这里聚集了啊！哦，密集恐惧症的哦，不要看哦，不像是蜈蚣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知道的朋友哦，打在公屏上哦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哦。太多了，水稻快要成熟了哦。这大榕树这里阴森森的。下面就是河了，一条一条河，一只花沙口蛙爬这么高来觅食，头一次见了。它们想交配的时候，那叫声太吵人了，太扰民了。不知道它爬这么高有什么东西吃、啊、有只蚂蚁爬下来了，咦，吃掉了。原来它爬树上吃蚂蚁了，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。嗯，没有，只有一只蛙了，下去了。嗨，你好，看到这里了，就给我三连支持一下哦，谢谢了。我身后这棵大树就有一个故事哦，曾经这里出现过一条这么大的眼镜王蛇，大概有十多斤吧。有一个人以前看见呢，从这里爬上去哦，爬上去到半中央那里有十多米高哦，那个人就很勇敢，就一直的爬上去，爬到上面去哦，突然就踩到了那个树枝已经烂掉的树枝哦，突然就掉下来，就哦豁了哦，哦豁你意思是懂的哦。到时候不知道那条蛇去哪里了，上面就是河了嘛哦，上面就是一条河了，经过两三年后吧，那时候
有人在这里钓鱼，钓鱼就突然听到，哦，我抓到了一条大蛇，我抓到了一条大蛇哦，要突然叫嘣的要，嘣的要掉下来的声音哦，那些钓鱼的人看呢，都没有看见什么人哦，都吓到那些钓鱼的都不敢来这里钓鱼了哦，就是这样了，这故事哦，好了。喜欢的给我加个关注哦，现在继续去寻找那些长虫哦，科普那些蛇类哦。刚才所说的故事不要见怪哦，大神不计小人过哦。看这里又有一条灰鼠蛇哦，黄黄的肚子，这条也挺大的，哦，太多了，上面就是活了。啊，我不够高，不然拿给你们看一下哦。黄黄的，我们这里也叫黄金条哦，是无毒的，一条无毒蛇来的，灰鼠蛇哦，它在睡觉，在上面睡觉了。走过去了，哎呀，哦，长长的，挺长的哈、哦。看那个头没有呢？亮亮的，一头。哎，再来一点点。哦，太长了，这条有一斤了，一条，爬上去了，哦，爬上去了，爬到上面去了，想给你们看清楚一点都不行了，爬到上面去了。哦，爬得很高了，在那里了，看到没有？就在这里了。哎呦，爬到上面去了哦。这里又有一堆鸡枞菌哦，哎、哦，美味啊，鸡枞菌，收鸡枞菌了。哦，太强了，里面，断了。这里有一条细脚蛇，也叫石龙子啊。走了，别在这里打扰我。哎，熟了，这是熟哦，有鸡枞菌哦。看，拔了一大堆了，鸡枞菌。哎，美味啊，没吃过我。拔了很久，刚才就看到一条蛇才看见的，一条灰鼠蛇。哦，没有袋子，哎呀，麻烦了。回到桥里，又发现一条斑马线泥环蛇，在水捉鱼啊。刚才就在这里，牛逼，在上面捉鱼。这条不大的剧毒银环蛇又游到我这个垃圾堆这里了，堆成这样，这垃圾堆在这些桥这里上面都是垃圾堆了、啊、跑到这里来了。牛逼啊，到处都是银环锁。